哎呦，林董也是很会玩呢，常常带着爸爸体验夜店文化，才刚出场立马变身成全场焦点。你心目中最喜欢？我喜欢那个比较立体感的玛丽安那一边。那对于刚刚这几间下来的，你有什么评比吗？其实都很好，我真的我没办法。认真在。如果里面是这个抽烟会更好。你不要闹了啦！就好看吗？非常好看。我看到你都玩到脱衣服了。我不脱衣服是太热，因为太兴奋。现在花热。